你给我5分钟，我把手雷给拿出来。来不及了，今天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，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有人要抢你媳妇儿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搞清楚坂本四郎下一步的动作，尽快拿回手雷。前面就是黑狼谷了，等天黑了，再一鼓作气通过。我们最后的机会就在黑狼谷。不要脸，功夫见长啊！祖宗都卖了，不得谈个好价钱？大金牙正在招兵买马，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今晚我们的目标是武功队，我们真正的目标是歼灭飞车队。说三遍了，一共11个人，错不了。今天咱们要干，就把他连锅端了，一个不漏，彻底打掉飞车队这个编制。那还等啥？动手吧。你着急了？着急，能不着急吗？要不我也着急，着急去阿敏家，挺着急。啥玩意儿？阿敏家？我着急的是打掉飞车队这个编制。你俩小点声。王子元，你带狐狸去老孙家弄出点动静来，调出飞车队。等茶楼里的飞车队一出动，我赵猛大虎就从那条胡同前后把他们一堵，瓮中捉鳖。动手一定要快。还费那个劲儿干啥？在院子里边解决得了。这院子里有3个门呢，很难保证一个不跑。就是，谁敢保证哪个门后边不出来一堆鬼子？是吧，胡队长？聪明。谢谢。你们俩记住，搞出点动静，立刻回来帮我们。千万不要见到孙家，更不要想那两箱手雷，这肯定是个圈套，记住了吗？哦。明确回答。是。狐狸。嗯。我警告你啊，别撺掇副队长，否则扒了你的狐狸皮。队长哪能啊？行动。咱们来了。准备。工队会咬钩吗？一念是天堂，一念是地狱。如果咬钩又跑了呢？不可能。顺手把这俩匪军也干了，再放把火弄出点动静，这小子也不走空啊。你知道谁不走空啊？看你就想酸的我进去把那手雷给偷出来。我可没这意思。就是这意思。我还挺相信老孙的，这房子没爆炸就证明啊手雷还在里边呢。哎，你想干什么呀？队长可说了，咱俩10分钟之后就得回去。凭什么听他的呀？我今天就要进去取手雷，看他还瞅我顺眼不顺眼。这不是赌气的事儿。谁跟他赌气了？哎，想想啊，2箱手雷那能炸死多少鬼子呀？我用不了几分钟，家伙都准备好了。哎，不行啊！队长来的时候特意叮嘱我，不让动手雷。有啊，我眼睛里全是你啊，我满的我都装不下了。别耍嘴皮子了，够了。哎，不行啊，那队长的命令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豁出去了。收口袋。嘿！哎，站住！干什么呢？转过身来！再不转是开枪了啊！
何时出发？不着急，等情报。长官，你难道忘了吗？为了防止惊动工队，我们并没有在孙一枪家附近安排任何人。我物色了孙一枪的一个邻居来帮助我们，武工队又怎么能察觉呢？长官英明。哦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不可太君。 我家窗户看到一男一女打死警卫进去了，还有其他人吗？这个倒没看见。很好，那辆车就送给你了，以后你继续给皇军当密探，我会关照你。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。走吧。好，谢。看见没有？这种人利用好了。 就是事半功倍。嘿，他们肯定去找东西了，我们赶紧去吧。徐鹤教授，按照你的计划，我们至少可以收获两具尸体，对吧？哼，徐鹤教授，你真的那么有把握吗？有。多说一个字会很累吗？什么叫至少能收获两具尸体？还有别的可能吗？别可能。 你不会收获尸体，什么？你在耍我们吗？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抓到活的。他们可能在那儿等着被我们抓吗？是的。所以，我把这个行动叫做“磁铁行动”。磁铁行动，什么意思？ 田中告诉我，武工队从不舍弃自己的战友，只要有一个人还深陷下去，其他的人就不会放弃救援。根据这一点，我设计了一个陷阱，一旦踏入这个陷阱，他们就会无法回头地进入死亡的深渊，就像是人的双脚踏入了沼泽，越是挣扎，就会陷得越深。如果。 你不是田中的老师，我不会忍受你在这边吹牛的。雨腾，要相信徐鹤教授。嘿，停！怎么了？进了这个沟，就等于进了一个葫芦。 鬼子后边随便一停机枪都可以端木推路，连长，哎，让他们把煤油灯熄了。不灯熄了，是。干什么？如果真有办法的话，至少鬼子也看不见我们。你也不用太紧张，我们这次秘密行动是临时决定的，鬼子不会知道的。有杀气。有杀气？你是听到了还是感觉到了？连长。 还是派两个人侦查一下吧。好，小王、小张，到，探路。是。他们好像停下了，灯也熄灭了，应该是派人侦查探路。现在怎么办？这一隐蔽，天这么黑，他们什么也发现不了。 说明白，本次郎没发现这儿。哎，你去放哨，我去拿。哎，我来吧，我跟老孙一起埋过东西，他的路数我熟。干啥呀？我肯定比你快呀！赶紧的。那你快点啊！好。
还有三分钟，王子越那边就该动手了。你们先弄。你们说队长去哪儿了？还用说吗？肯定是逛窑子去了。那谁不知道？别他妈胡咧咧！大队长那是有正事去办，玩你们的。副队长，反正也没啥事，玩两把。玩两把。好嘛这。来，我。原来是条野狼啊，想吃咱们，我还想吃它呢。走，回去报告。走。怎么样？安全，一切正常。老孙，还想着你的杀气呢。这大半夜的，孤魂野鬼都出来了，有杀气也正常。大约如此。把灯点上，出发。是。长官，他们已经退不出去了，咱们开火吧。再等等，让他们再走近一些，我要万无一失。嘿，刘诗琳，你快点，快没时间了。知道了。这根铜线的另一头就绑着一颗手雷，不知道的，咚就炸了。那赶紧搬下来吧。现在不行，还有两根呢。这么多机关？那是，要不说嘛，老孙其实可贼了，三根铜线碰哪根都会炸，有的时候他比高队长都小心谨慎。这还要多久啊？几分钟的事儿。哎，我敢肯定，鬼子肯定没发现这手雷，要不然早炸了。就是高队长呀，高看坂本四郎了。坂本又不是神仙，他就不可能犯错啊。就是，一会儿你把这两箱手雷放在队长面前，看他还能说什么。他只能对你刮目相看。谁稀罕他呀？我呀，是稀罕那两箱手雷。就是，一个大男子主义有什么可稀罕的？找男人啊，就得找懂生活、怕老婆的，像我这样的。自卖自夸。哎呀，副队长，你刚才那一笑，绝对倾国倾城。倾你个头啊！赶紧的。得嘞。
出发，先准备。 阿敏的事呢？队长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。你说阿敏那娘，那老媒婆嘴多厉害，阿敏那么单纯，而且那么孝顺，能念得过他娘吗？不就是提亲吗？咱有的是时间。对呀，提亲啊！队长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这心里踏实多了。已经到时间了，王子月他们那边怎么还没动静？ 不会遇到扎手吧？两个伪军有什么扎手的？我担心他们自己多事儿。队长，你想多了吧？但愿我想多了。站住！上哪儿去？你给我老实待着！娘，我不想嫁人。一个扛大包的，你都要往家里领，吃皇粮的，你脑子进面粉了？他吃的哪是皇粮？那是狗粮。我管他皇粮狗粮呢，好吃就行。 人活着也不能只为吃啊，刻薄。你还要孝敬老娘，赡养老娘，不掉一个金龟婿，老娘以后吃啥？哎，坐下，坐下，仗着自己胖欺负人。谁让你不吃胖点了？咋的，力气不行吧？娘，我能做馒头养活你，真的。我要吃肉包子，你供得起吗？ 勇哥太有力气啊，也能赚钱。你终于提到他了，就他挣那点钱呀，只够吃窝头。让他上门来，他还摆臭架子不来，我还真不稀罕他呢。老娘，你也不能卖亲闺女啊。你知道是亲闺女就好，老娘今天就能做得了你这个主。来了，叫他滚。来的都是客，你给我老实点。 你这叫引狼入室，你等着瞧！连长，难怪这个地方叫黑狼谷，刚才真看见一头狼，要不是它跑得快，我一枪打死它，咱今晚就有肉吃了。瞎浪费子弹，狼肉难吃的要死。等等，你说你刚才看见狼了？是啊，怎么不早说？这没什么事儿吧？任何发现都得说。不就一头狼吗？ 就一只，是啊，就一头，个头可高大了，威风狠。他有没有盯着你们看？那倒没有，嗖的一下就钻进草丛里跑了。坏了，糟了，有问题，准备战斗！怎么了？狼不是这样的。孙一枪，我们可都见过狼，不会认错的。都别出事儿。 没想到黑狼谷真的有狼，那又如何？在这里，我们才是真正的狼。他们再走近50米，立即开火！嘿，老孙，你咋会学狼叫呢？我是跟着狼长大的。那你咋招引狼呢？ 离这最近的狼也有3里地，他们刚才看见的不是狼，是刽子军犬。队长，过了几分钟了吧？王子月那边咋还没动静呢？这个王子月，无组织无纪律，老子非开除了他！哎，队长你也不用冲动，有狐狸在，狐狸能管住他。狐狸。 我就怕他难过没人关，早就投降了。再等2分钟，2分钟要是还没动静，就去找他们。要不我整出点动静来，把飞车队引出来。赵萌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担心的是王子越不听指挥，真的进去拿手雷，那就一定中了白本四郎的圈套。要真那样，咱们俩今晚甭干别的了，只能进去救那两个不听话的混蛋。
不至于吧？但愿吧。村的机关我熟吧，赶紧搬下来吧，别臭美了。我都累成这样了，你不夸夸我？狐狸，干得不错。准备接手嘞。狐狸，千万不能动！徐鹤教授，他们有没有可能破坏你的机关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命运、时间都不能逆转。你说的字数越多，我越听不明白。还是请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吧。好。你就把你自己当成一块木头，一动都不许动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你看到前面那个管子没有？这个是个平衡装置，里面有个小钢球。只要这个小钢球碰到两边任何一个钢片，就会爆炸。院子就没了，咋整？让我想想。伊藤，通知茶楼的飞车队，让他们也出发吧，多加一道保险。嘿。王队长，快，你请，你请。哎，阿敏，快倒茶。阿敏，阿敏。
黑熊落在我手里，也别想动它。阿敏姑娘，坐下来陪我聊聊。哎呀，大队长，你当这是什么地方？要是找乐子，你就上错门了。我们家阿敏，那可是良家女子。花大婶，我今儿登门，就是冲着“良家”二字来的。只要你老点头，我愿意八抬大轿明媒正娶，把阿敏接回家去。聘礼？哼，你比我还着急啊！聘礼还早着呢，我是做媒婆的，只要一提到成亲的事儿，就得给润口费，这是规矩。花大婶，我可是来向你家闺女求婚的。你就是向老娘求婚，也得给润口费。算了，我可不敢。拿。哎，王大队长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王大队长，你今儿个怎么这么有空啊？托皇军的福，今晚平安，没啥事儿。咱别闲扯淡了，咱说正事儿。我们趁着天黑跟鬼子周旋，只要一开火，我们的增援部队会尽快赶到。孙一枪，你不要走，保护好首长的安全。不管我们怎么样，你一定要坚持到最后。我反对，这是命令，只有你最适合。这算什么命令？老孙，我要你保证，只要你在，他们就得在。放心。本来还想给你开个欢送会的，现在看来难说了。这个欢送会，你还就得给我开。行动。哎，队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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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，到，行，别动。别动啊！到，讲哎，到了，真是啊，不好意思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快！哎，真扫兴，甭理他，来接完接完。对对对，王文，万一是皇军打来的呢？你们谁能吃亏得起？我去接个电话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接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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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来，大来来来，不管。队长。两分钟到了吧？都三分钟了，撤，不等了，去老孙去。快点跟上，后面快点！队长，王尊那边没动静，他们怎么动了？一定是坂本四郎让他们动的，王尊他们那边出事了。你去他们那边，这些人我对付。不行，你一个人不行。走，抄近路，先解决他们。快点！既然设了这个陷阱，他们就很快就会来了。快走吧！不行，狐狸，我有办法了。
没办法，我数一二三，大家一起挪这个箱子。一、二、三，别动！咋了？下面这个箱子被钉死了。狗日的，真够狡猾的！那现在该咋办了？ 最精巧、最复杂的爆炸装置，上面这个箱子只要发出任何的倾斜，任何一根弹簧，移位都可能会爆炸。而且我还看到，定时器已经启动，就算能保持这个样子，一到时间也会爆炸。这是个魔鬼一样的高手。你骗我！我没骗你。 我是专业的，我懂。我是说你刚才骗我。别动！你别动，大家都得死。刚才我们两个换手是侥幸没有爆炸，你现在再跟我换手，谁都不能保证结果会怎么样。狐狸，你赶快走，咱们不能白白多送给鬼子一条命。我不走，要死也死一块。狐狸，听我说。 是我违反命令，让你跟着我来拿手雷的。我是副队长，我要负全部的责任，你懂吗？快走啊！我懂了，但是我不走。你再不走，我死不瞑目。鬼子试了这个机关，就是要来活捉我们的。我等他们来，就算炸不到半盆四郎，至少炸死几个鬼子，我不会吃亏的。 怪我！你说我瞎扯什么呢？狐狸，是我要你来搬箱子的。行了，你别难过了，回去告诉队长，我们今天是怎么一回事儿，要他提高警惕。你再不走，我们就白白死在这儿了。对对对，叫队长，我去叫队长。他要不懂炸弹，你叫他来管个什么用啊？ 从来都没让我失望过，他一定有办法的。那就快走啊，王大队长。成家立业是大事儿，你不能这么急呀。你这头一次上门就把婚事定了，都像你这样，我们干媒婆的都吃啥呀？ 不废话，这是定金，只要你老愿意，十两黄金聘礼，三日内，我上门接新娘子。十两黄金，说到做到。这也太快了吧！我看上了阿敏姑娘，她就是我的人了。皇军说了，迟早会提拔我当司令。 你们娘俩跟着我，一辈子享清福吧！啊，司令，狗屁司令，我才不嫁呢！闭嘴，轮不到你做主。哎呀，王大队长啊！
不，王司令，这门亲事我认了。阿敏姑娘，女大当嫁，我王彪不会亏待你的。憋死我了！我没有错。狐狸，不要！大队长，你不是说今晚太平吗？出事了，我得赶过去。哎呀，大队长，咱再聊会儿呗。定金你到底收还是不收？你这么有诚意，我当然收了。哎，大队长，头五声枪响，明显有一种节奏，应该是发求救信号。我想，是进入孙湘家那两个人在求救。咱们越是求救，就会被吸入的越多。我明白为什么叫磁铁行动了，那两箱手雷就是一大块磁铁，很有可能把整个武工队全部吸附过来。狐狸，你会害死所有人。你放心，如果队长救不了我们，我一定会让他走的。黄军都撤了，就咱这样去，不是玩命了吗？队长让把这两辆车给带上，我也不会丢哪带啊！那答应什么？那哪带呀、啊？这个队长，坑边，那带车也不会带。报告，松本来电，已经对八路小队发起猛攻，请长官放心，很快就会解决战斗。回电，速战速决。当心八路的援兵！嘿，长官，今天真是双喜临门，多亏了徐鹤教授。无所谓悲喜，这就是宿命。那今晚武工队命该全军覆没。不动，你想让我死得更快吗？我停不住了，你要再不走，可就真来不及了。我说了，我不会走。这傻狐狸，你是我见过的天底下最傻的笨蛋。我没成英雄。高队长说过，武工队不会丢下自己的兄弟。坚持住，队长马上就来了。快！
等待顺序，小心八路援军。八哥，原来如此，他们假装进攻就是为了拖延时间，等待援军发动进攻。嘿，王子玉，我跟你没完。这小子王队长要盯上干啥？真是的，咋了？鬼子们车队来了，走！ 打枪没听见吗？听住了，刚才我们全过去了，结果让武工队包围着这东西打，好不容易才冲出来。对不起，东家。